行这么些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陈贵，苏谷粒是什么？我听说啊，这苏谷粒是海西国的特产，又甜又苦，最是特别。我一直想拿来做点心，可是一直都没有遇到过。娘子，亲我一口，我一定帮你拿到。这么多人呢？哦，哼。嗯，娘子这么敷衍，那就当是定亲了。走，走，走吧。